来，还有谁想分享自个儿一天的？金明浩，小可怜坐这儿。因为我真的把武汉当做我第二个家乡，我热爱这个城市。然后我1月20号的，就是正月20的时候，就提出这个要求，我说我要回去。然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我父母就同意了。其实他们那天也都挺难过的，但是我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想法。虽然因为某种原因是不可控的原因，我没有回去，但是我这一天经历的事情，我是永远都能记住的。金姐，我在国外东南亚被困了将近7个月，因为回不了国，特殊的原因嘛。当我能回国的第一天，我踏上祖国的土地，然后呼吸祖国的空气，然后看到医护人员忙前忙后给我核酸检验，然后拉着我去酒店隔离，我就有一种看到亲人的感觉，特别安心。这种是在国外，像我这种经常漂泊，哎，突然被卡到国外某一时间，长时间不回国，不能回国，哎，回到祖国，那种安心是我觉得很少能遇到这种情况，这是我人生一个经历。所以说我觉得我愿意分享这个，希望大家看到身边真正的美好，还有我们祖国的美好。